出来了，三平四的量，但是并没有把时间加进去。可以啊，就留，并没有说三平 per day， 或者三平 per week。吃饱了。吃东西要动，因为你老了，它就像动了。你老了没有？你以后会这样动吗？是啊，动了。你老了，那你得什么？得什么不能动啊？我就想帮你做饭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有预谋。对，干嘛就动它？我不会哭。不会言告诉你，我还算他这个吃多少，几分钟吃多少，然后还要赶快调整他的那个奶瓶。哦，这个小家伙还有一个坏毛病，大概假使这一瓶奶他大概吸200下，他吸了200下，管你吃完吃完，不吃了，吃累了，不吃了，所以要这个200下把它吃完，所以没事我就把它转奶。等那个奶嘴，要松一点，那就吃快了。你现在这个瓶子是塑胶瓶，玻璃，玻璃瓶，那就买塑胶瓶嘛。塑胶就怕说洗的时候会有刮起。这个小子坏了什么程度？他不吃了，手给你打掉，然后那个嘴巴就给你吐掉。哎，你怎么，你塞都塞不进去。所以我说，对嘛？所以我说这个买塑胶瓶嘛，以前我。在家喂小对喂小三的时候，小三如果说不吸的话，我就开始挤嘛，挤压压，就挤到最后，挤到最后那个奶嘴爆开来了。可是重点是他的塞不进他的嘴巴，他的口就一直不是我打我在吸的时候就开始吸就那快速，不超过200下他就喝完了，对不对？睡饭不喝了，我就。糟糕，好危险！他爸爸都数好紧哦。对，你数很紧哈，到时候他两百下。我看你这样子还是太紧。你还是很松，你要假装。还是有点紧啊。一月一不高了。赶快给他吃完。皮呀、啊，很皮，很可爱。带回去好不好？彤彤，你一直讲可爱嘛？就是在这里才可爱，带回去就不可爱。就是我彤彤不是有一次就一定要住你们家，然后半夜就受不了。你那次最英勇。为什么要拿掉？那时候你爸爸还有车子。好英勇啊！那是第一次。我要住大伯家。一开始是，哎，我要住大伯家，我要讲一讲。可是你会的，不会，我一定住。好英勇。那天，小包包也准备好了。对，啊，对，你们也回家了，也回家，澡也洗好了，在床上跟他们玩也玩的差不多了，很高兴，要睡觉了，不行了，我要妈妈。那时候还没手机嘞，没手机，打电话。对，所以我们正好才刚到家。对，啊，刚到家，所以只有一个小时吗？才刚到家，所以只有撑到一个小时吗？门才刚刚开开来，准备进去，电话响。反正是不是人家不买也很有这个对吧？对，你那时候是几岁啊？你租个电影好小哦。对啊，所以可以自己。好小啊，要跑回去。啊，没有了，都已经到台北了。所以我是跟你们回家。在台北啊？那我那就三岁多。超。那时候我在干嘛？我都几岁？没有你。那时候我还没来啊。没来。哦。你那时候还没有加入这个团体，因为彤彤要你姐姐要跟。哥哥他们一起玩，那每次来玩就是要回家，他觉得玩不够，所以他说要住，好，就那天就住了。